If you love him, bring him to New York, for it's heaven. If you hate him, bring him to New York, for it's hell. 以前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，然后都跟别人一样，都去美国追求这个美国梦。什么是美国梦呢？我就想着这个应该是跟大家想法都一样，来美国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每个人也许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过来。拍什么了？拍，真是。别的人说是美国好，美国好，美国到什么地方好，我都不知道。因为教育，就说语言方面，首先就融入不了美国这边的社会。